Hello， 大家好，是阿坤。好，今天就我而已。阿志去补习的。然后呢，今天我是要来教魔方。然后嘞，我们先把我们要教的魔方拿出来。OK， 这是第一颗魔方。你以为我们今天要教这颗吗？并没有，还有另外一个代表。OK， 这两颗有其中一颗是我们今天要教的魔方，但我自己也想不到要教哪颗。那我们交给大姐来决定。OK， 那现在交给大姐的手手来准则。哔啵哔啵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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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颗二乘三。那我们就会下一集会拍这个金字塔来教大家。那今天就是教这颗。那现在先迅速打乱。OK， 打乱完了，它就是打乱就是。就像这样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可言啊。它呢，它的第一步，我先讲一下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步骤。等下第一步呢，就是复原这一面，应该说这一层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没办法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用公式解，只是需要花比较多步。然后第二步就是对面这一层这样，然后就是。还有机动转的，就是这边就这样三层嘛，这样子就这些转法跟深山就大同小异。它转也只能那样子，但它被你卡到一半这样转，这样没办法转。反正它的第一步就是上面快九号没事，我们就它的第一步是要解白色层，然后黄色层，没有黄色面，然后再解黄色层。然后再解中心这一层，反正然后他就我们你如果他的白色第一层，他你可以先解白面，他的第一层你可以选择靠就是你自己转，然后把它转成一层，你也可以选择就是如果你没办法直接转成一层的话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方法就是转公式。那你们就自己斟酌啊。如果你现在可以解完的，那你就等我到下一步可以跳过我讲的这一段。然后呢，这边呢它会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就是一边已经好了，然后另外两颗要交换，是这样，就是就这样。然后你要转的公式就跟大家就跟着我转哦，来了。OK， 这是第一个公式，它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公式是这样，它整体来看起来就像这样，就是有两块是好的，要对边交换这样子。那你这个公式呢，它是一个公式重复三次，第一个这个公式就这样哦，这边 R2， 然后 U 怎么转一下，然后你的无名指在下面这一层这样转一下，然后再上一次，然后再左，这就是一个公式，但是你这个公式要重复三次，这样就第一次，然后这第二次 ，OK， 它一样会回来。好，然后第二步就是它这个面一定会帮你接好，然后就是用刚刚的公式来复原这边，像这个就是这样。OK。然后呢，现在这边剩下最后这一层，你会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是这样，这个超简单，一边好两块好了嘛。然后这边就是这公式呢，你只要大概你就一直转这个公式就对了。然后就是这样子，这两颗要交换，就这样转，上左左，上左左，上左左，搞定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情况，就是更简单的公式，就是要对边交换，这两颗交换，这两颗交换，是吗？对，应该是。然后就这样子，直接上，然后中间这样换一下，上，然后再回来。OK， 那这颗魔方就是这么的简单。那如果有遇到什么特别的情况，然后没办法处理的话，或者是有什么问题？还有什么魔方想要我拍教学片之类的，
或者是你们想看我们拍什么影片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，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。好，那这部影片就很简短的这样结束了。那我们之后会再拍一部这个的金字塔的教学。哎、欸，还是我金字塔已经教过了，好像是我自己搞乌龙吼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金字塔以前教过？哎、欸，好像教过了、欸。好吧，教过了。那我再教一个另外一种解法好不好？就是一个改良解法，就是跟我以前有稍微的一点点不一样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们，然后帮这部影片按个赞，然后记得订阅要开小铃铛，然后可以在下面留言有什么改进的地方，有什么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下面留言。那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